所要做的事情。那当然，在每一年我们的年会举行，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地理组，对，今年我们派出了地理组队队长，就是我们嘉义市的南溪国中管乐队，对，他们现在还在做组队当中。我也借这个机会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发现他们依然带来非常大，就是非常的激动。哦，真的每个人，哇，真的看到那一幕，哇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，谢谢，谢谢高高的学校的同学。好，紧接着各位，明天呢、还有他们的专场演出，他们是来自日本的大喜高等学校川中优。我们来一首《我们来一首麻将的歌》，再见。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高中，可是有80名的吹奏的成员，非常的厉害。今年也是在日本的乐器大赛得到了金奖，真的是聚集了所有喜欢管乐的朋友、学生来到了大喜高等学校的吹奏乐部。好，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 Welcome？
现场的朋友再给大喜高等学校吹吹吹吹吹吹掌声。喜欢大喜高校的朋友，明天下午3点钟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就在体育场有大喜高校的专场演出，明天下午3点在体育场不见不散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anks again to Olai High School Marching Band from Japan. And if you like this performance,